警方近日接获多起汽车财物遭窃案，调阅监视器发现皆为同一窃嫌所为。窃嫌利用民众下车未熄火，立即开启车门行窃。经警方依其脸型、身形及手法特征，锁定窃嫌，查获到案，并起获赃物。全案依窃盗罪嫌，移送基隆地检署侦办。